Hello， 大家好呀，好几天不见啦，我就是纳克大魔王杰索米瑞奈啦。如果你喜欢纳克或者打野角色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同时呢，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的话你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影片通知啦。本期的话给大家带来的是国内体验服的一部纳克罗斯实战影片，素材也是今天冲全服第一纳克的时候录制的，现在已经是榜一纳克罗斯啦。不同的是，这次的魔纹强行细心的小伙伴已经发掘出来了，带的是周而复始，也就是两次瞬间复活，测试了差不多100多场，无论是低分段还是高分段都非常适合现在的快节奏版本。由于恶魔觉醒的免疫伤害移除了，纳克的血量又很少，所以带复活的话可以有效的应对不管是顺风还是逆风，因此也可以打得凶一点，死亡之后直接复活，减少经验损失。另外呢，有看到过很多粉丝问我如何下载和充值国外服务器，所以我就把我认为最方便的下载方法跟大家说一遍，要认真听好哦。苹果的话，要下载国外服务器就要必须用国外的苹果 ID， 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了解的，所以呢，我已经把网址放在简介中啦，大家点进去然后更换一下美国的地址，用邮箱注册，然后再到里面搜索苹果的两个字，就会出现国外苹果 ID， 然后点击购买。目前仅支持微信和支付宝这两个支付途径，所以需要注册微信或者支付宝，然后绑定银行卡，这些 ID 都很便宜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安卓的话也是一样的，直接购买谷歌账号下载，充值的话也是告美到账。由于这个官网在哔哩哔哩找我合作的，所以我邀请的朋友注册是有9.5折优惠的，大家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里面的商品，不仅可以充值国外传说对决，还能充值国外各种游戏以及加速器，也就是代理服务器，可以无延迟玩外服，基本就是这个样子啦。然后呢，还要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与认可，我也抽时间把之前所有影片支持我的粉丝们的评论都认真看完并且好好回复的，因为粉丝就是我的朋友，也是生命中支持我的贵人，所以我不能忽略掉，谢谢大家，明日呢会好好加油的。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就请多多支持，多多点赞，多多分享啦。你所有点赞、评论和分享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也是我继续做影片的动力，谢谢大家。
球袭击敌方蓝道。请求席躺在你。